正就是选举就是，反正要选就是选从烂的不中选的最不烂的那一个，这样吗？哎呦，好想要中华哦！我也好想要中华哦！还好我换了。还好我换了，我也是还好我退了，还好我退了吗？怎么怪怪的？还好我退了，换啦！想想我之前，哎，我就是受害者一号。那我是不是要先离开啊？没关系，可以等一下。没有了，我的任务还没打完呢。刚打到云月现行，他还没回国。对啊，那偷偷还在这边。没有，我上去之前看一下还没显形，然后上去之后才发现显形了。等一下，这压力板是怎一个啊？我的，先飞起来吧，杰瑞。我知道，我要等我一下。大旁边，大旁边，大旁边出来。跳一下，跳一下，跳一下。哎呀，怎么没有那个一键跑酷指令？对啊，那个二零今天没来。啊，二零今天没来。二零今天没来。2995，995喽。感谢。到波托上。你讲到这个，我很好奇有没有那种约太长，但是可以把整队的人踢过来那种感觉、啊。可以啊，队伍可以，就是比方说像巧克力，他不是都会一个一个把没有选队伍的那个观众踢过来、啊，可不可以直接踢整个白队啊？啊要不要教他怎么打？所有 team 今天是只是要跑很远，是不是？就只是走路啊，他加计，他咋这样就好了？嘿，他加计能不能用就是在那个辅导的那个像风被风吹走那个样子啊？可以啊，就连闪 TP 就好了。我有时候就跑，都这么直线了，风驰电掣啊！对对对对对，啊！人家都这么简单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太远了吧？今天就只是走路而已嘛，让他们走远一点嘛。今天就是一个耐力赛哈。然后我今天拉着走嘛。阿静，你等一下靠这边的不要堵，他就以为说这边会有一条隐形的路，有没有？然后你贴这边的墙走。好的，那我就先挂断啦。好，拜拜。他歪掉，气死了！接回去，接回去，接回去！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一个一排就好，一排就好，这样子就好了，一排就好。他们才会认真的走。来，就这样子。我的妈呀！一排啊！今天就只是走路啊，今天就是走路，跟他走比较远一点。我要给他一点时间，好难走、哦，哇塞！旁边要把旁边要围起来，不然他走旁边就好了。嗯嗯嗯。哎、欸，我没有动哎、欸，为什么一直动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风啊，风很大，白痴哦，阳风，风很大，没有没有，这边要那个啦，要哭屏障，那个用屏障，用屏障，屏障在哪里？用屏障。哇，风好大！啊，我还想说有个地方故意用注意镂空，然后让它这样子，让它这样子靠着走，然后就掉下去嘞。我想要让它这样，没有这样哎，对吧？然后这个是屏障的，拍谁？打掉了。把屏障打掉了，那六屏障，村民近距离本来就看得到啊，很正常啊，大概两格的距离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这很快耶，想跳吗？休想，这不是想过去啊，风压，大概是像这样的感觉吗？全全。哎、欸，哈基要生气，怎么了？哈基要生气了，啊？怎么是？怎么了？哈基，你干嘛生气？哦，泼水的关系吗？就对，有个很潮的瓜。那为什么有点被推的感觉？没有，就有风、啊。因为这边风比较大，风比较大，风大，风大，风那么大，对啊，对啊，大风大浪哦。
又快要有台风了。然后你看这边，你看这边有啊，这边有一个捷径，是不是？有捷径，有捷径。超坏。哎，先是一个耐力赛。我觉得中间故意有一些只有一格的。好大的风哦！啊，我太常出现是不是不太好啊？这看 Jerry 怎么说了、啊。嗯。代表他手速快。哇，太远了！你现在才看到。今天就好久，是这么远，好像有点怪怪的。说的是耐力赛，像他们跑那么久，跟跑完这一圈时间差不多啦。我以为你的耐力赛只是那个风压而已，没有，也是耐心啊，不是耐力啊，耐力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这边应该是屏障放到底，然后最底那一个再放屏障就好啊，前面都打掉。前面吗？对，让他们走回去，发现说是死，人掉下去啊。还是死路，然后又要再掉头，那跳过去吧，那三个跳过去吧。你这个要那个叠远一点，叠远一点。斜跳，他斜跳。你想，如果叠好，我叠好，我叠好。走到这里，然后三个没过，很难过哎。我让他体验，哎，这是社会的现实，先早点让他们体验。超坏的，真的好难过。好不容易看到这样，然后要被迫啊，有人叫他去啊。你干嘛？我就说吧，干这个也很快啊，有路啦，不要怕啦，有路都不会掉下去啦，不要怕，有路有路有路啊，有路走完都会疑心很重，我都帮你提示了，你们都不过去吧？看来这是不常玩解谜的人那个呢，哎呦掉下去了，我都提示，我都在上面踩了，放我十分吧，哎。哎，好坏哦！你这个是什么？我用假的跟真的。哇塞！啊，下去了，好腹黑哦！几格啊？几格？是我哦！超坏，这几格，这格好坏哦！哇，不过去啊！这要从侧边跳才行啊！哦，这边跳就可以哦。超坏的、啊，下去了，想站那一格，不是正常的方面想。哦好，这个真的是坏，这个真的坏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他自己是不是坑爹地图玩太多了？啊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应该。你还想要再找心灵感吗？太坑了。没有啊，这个很简单啊，你看这个，只要看头上哪边是有方块就好了。好、哦，对啊，陶地员跳过来，跳过来这边啊！哦、哎呦，你们这在那边都怀疑人生。其实也可以用蹲下先去走看看。对啊，嗯啊，蹲下用走不是变尝试了吗？嗯，不是啊，你前面那个没办法蹲下走错的事，你知道吗？一定会掉。歪透了，跟着巧克力走。哎、欸，这怎么变有捷径了、啊？没有没有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糖果不哦哦哦哦哦，地图还没解锁，哦、欸、还没啊，有人还没到，不是啦，是啊，坏人坏了，下去头上就知道啦，对不对？其实这边转弯跳有办法过哎、欸，可是他这样盖的话，好像又有点难度了。这前面哇，这很快，所以是放在哪里？有指定方块的地方就是空的。对啊，你看到板最后一个有屏障，地板比较红色是不能踩的。这里要转弯跳跳的步，我去看一下他们的人。现在怎么？这屏障是三回，故意的，故意的。刚刚啦，刚刚是故意的，可以打掉，可以打掉，可以打掉了。放了没有用哎，还是要再打参数啊。啊，什么东西？没有，我在试而已啊，旁边偷试，没有。你知道我这个东西吗？对啊，这个就是-5.5的地方啊。不要拿哦，我盖太高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我盖太高了，懂了懂了。然后刚好在那一层，那个平面。好了，今天这个风压结束。
加五下。不是啊，孩子，你们为什么要绕那么大？你们好绕那边，对，这边已经有了，没有，走接近，走接近。然后还是很坏的那个，加给他们加个跑速，突然冲出去，哦呀，坏，掉下去了，喷出去啦！怎么又怎么又怎么又这个钥匙交给我。哎、欸，他既然这个有办法围墙吗？你过来看这个成斜面，它高度有一点，没办法，就是有点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哦，这没办法，对不对？嗯嗯哦，所以可以用视觉来破解，嗯，对吧、啊？对，靠近看其实会，你可以试破，试破啊，试破了，不用试破，试破你的试破，再试破你的试破，再试破你的试破，再试破，太多啦，好好哦、风声好好玩哦，好想要我先上本风声哦，真的。可是都没了，都没有的，只剩三国杀了。但完蛋了，麦块做出，麦块做出来很累哎、欸，对啊，感觉超累的。麦块那些条件，你要设定到死人了，真的。这看起来就是很想我关那一把，对不对？关爱的眼神，快点！杰瑞还没选对 ，TP 他就掉了。这个帽子其实有点可爱。它上面还有都刮刮帽吗？对啊，那搞不好是西瓜汁啊。不是那个，那个就是没有，它这个头发是绿色的，你们不要这样嘛。哦，飘然子，飘然子，头饰，头饰，像青蛙一样啊，有没有？对啊，呱呱，乖乖，呱呱呱。啊，来飞机地图，好，嘟嘟嘟嘟嘟，哦，第二次换一个，自由之海。大海，哇，可以用无敌公式的吗？哎、欸，游泳喽！对呢，哎、欸，有了，进攻吗？这张进攻不会变怎么样？那就一个炸弹。先进攻啊！嗯，进攻一次哟。有孩子玩得很累。啊、那就 go go！ 哈基，哈基，哈基，操！繁星光，你怎么好常当光哦、啊？上礼拜是我，这礼拜又是我啊！我去换那些小板 skin 了。要修正这个，不能偷跑国王啊！不能，对，不能啊！不能偷跑了。他强，强不了，而且重点是过来不修哦，还要边往边往边吃。好挤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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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挤！飞鱼的内裤是红色的。好挤，好挤！不要偷看内裤吧。在那边好挤，把这个人拖去斩了。有一个人在楼梯上面挤国王啊！把国王推下水啊！对，有一点哎、欸，好累的哦，为什么？好卡哦，为什么？有哎、欸，关掉、哦！第一次这么卡、欸，为什么？外挂关掉哦，外挂要关哦，外挂关掉、哦。还是那个紫力方块在运行啊？啊，那个阿巴基，阿基，我打掉了白石，你回来啊！好卡哦，这个这一定是崩呀！有了，好多了，好，这场，你清掉了，还没打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怎么？哎、欸，武器给了，有了，哎、欸，我差一块钱，我把这先把那边，哎、欸，后面，巧克力后面，钻石什么？快！我拆开录影哦 ，replay mode 开一下哦，开始录制喽。啊，这是我先往，录个，先往左。我先上。那紫林一堆哦。还有谁有需要几只的？有啊，我们没钱，约上下各一个嘛。自己人 ，DDoS 自己人。哇！自己的队伍自己，哎、哦欸，不是这场不是我当垫底吗、啊？没有啊，你怎么自己讲出来了？那就啊，投啦，就、啊、是你啦，投啦，投啦，秒投，投他啦，投啦，投啦。然后杰、欸、瑞，你好会铲金哦，你铲了三堆金了哎、欸，啊，好爽啊！你看你后面，对啊，我觉得我们的伙伴在对面呢、啊，那我是不是应该挖个钻石矿啦？你补回去啊！挖完了，接着补就是。哎、欸，最底下是几层？底下的不太确定了。很浅。黄金，我屁股后面很多。杰瑞那边超多。哦，这里有四个，哇，这四个就可以了。哎、欸，其他给你有一个蓝盾挖过来喽。哦。哎、欸，快！
我这边，快看。他们应该还没那个搞啦，所以你赶快。不知道。我、哦、看到一个蓝队，我才两块钱。你们有第二根换铁镐了吗？差两块钱，我还没换。我可以了，我才两块钱。好穷啊！你换铁镐，先把我们家黄金挖走。我知道。对对对，中间有蓝队有铁，他们有人161了，好穷啊！有人挖到两个金砖哦，冠军银没有，挖中间应该是会直接200，所以他那个不是。嗯。他应该是把队友的钱全部都挖走。